大家好，在炖鸡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都是直接焯水，去除血腥味和脏东西。但是这样做出来的鸡肉，肉质就比较柴，而且吃起来也没有那么鲜嫩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独特的做法，做出来的鸡肉鲜嫩不柴，吃起来也没有腥味。首先往鸡肉里面加入一勺面粉，然后用你的右手给它抓一抓，抓两分钟。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去除鸡肉里面的脏东西和血水。每天都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教做菜，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浸泡十分钟，准备一点干香菇，用温水泡发，然后再切点土豆，再切点青红椒备用。好了，鸡肉已经泡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，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样鸡肉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。起锅烧油，下入鸡肉大火翻炒，这样能快速的把鸡肉中的水分炒出去，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。大火翻炒三分钟左右，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，放一小包就可以了。做黄焖鸡、黄焖排骨、黄焖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。然后翻炒上色，让鸡肉都裹上黄焖酱汁，再加入半罐啤酒去腥增香，软化肉质。要想让炖出来的鸡肉更香，一定要加入开水，加入适量的开水没过鸡肉，加入葱姜和泡好的香菇，把土豆也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中火炖二十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再撒上一点青红椒炖两分钟，香喷喷的黄焖鸡就做好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鸡肉鲜香滑嫩，不腥也不柴，真的太好吃下饭了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。